彰化台灣全國賽五十碟二線明珠。女子组五十公尺蝶式第九级的大会记录是40秒16，八级的大会记录是40秒31。目前我们看到来自泸州世纪的朱毅新选手，他是八级的，以领先的姿态，以及来自香港电影的第二水道的孙明珠选手，他是九级的，两人在这个场次里面是领先的。接着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子组五十公尺蝶式七级的比赛水道介绍。第一水道廖树